我要对大家介绍我们其他的新产品。大家都知道我们本源星是做搜索标签起家的，但是非搜索类的产品我们也有很多，所以我们才说自己是全方位的包装专家。那看我后面的这一柜，我们称为基层膜。我们目前有研发跟提供各式的基层膜产品。那以基层膜来讲，它是一种复合型的材料，是由两种以上的材料贴合而成。那主要的功效就是为了阻隔阳光、空气和水。它可以适用的产品很多，像电子、糕点、食品、五金、金属加工。但凡你有要阻隔这三元素的产品，其实都可以透过基层膜去完成。那我们除了提供整卷的膜料以外，它可以搭配我们的机器来做使用，像披露机啊。那我们也可以提供各式需求的三角形的袋子、三面封口的袋子，甚至是说这种直立式的夹链袋都可以完成。那就有人问了，说我要用什么样的材质才适合我的产品呢？没有关系，只要你一通电话跟我们联络，告诉我你想防谁，我们就会帮您做出适合的产品来做。那接下来再看我们目前的实在安心，因为大家都知道目前食安的问题非常严重。那我们本源星在除了包装产品以外，我们也希望为顾客提供一个安全的产品。那目前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伸缩收缩保鲜膜，它包在便当盒上面，其实在商超是比较常见的。那我们目前提供的这个膜料呢，它是可以微波去做使用，不会有其他的毒素产生，同时它加热之后它也没有雾化的效果，它的收缩率可以高达80%以上。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它后面收缩的效果。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线是非常的完整，那其实是透过我们的披篓机来去做包装。那以 POF 来讲，它也是一种环保型的膜料，收缩率又比较好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是可以做集体的包装。那 BOPP 它的材质是非常的平整，那透明度也比较好，所以它比较会常用在一些像香烟盒啊、香精啊，或者是 CD 的包装。那我们也同时有可以提供玻璃纸包装机来满足您的需求，所以您有任何的包装机器和材料的需求，都可以找我们本源星。